我是你们中心的殉道者米拉里莫，愿为伟大的异兽之主奉献一切。你是上次见到的人偶？退后，希尔，这家伙非常危险，快逃！ 支配剧场，我中了，说中了！那个我，哼，凭什么我要为笨蛋希尔烦恼这么久啊？ 看我在你脸上写满希尔是笨蛋，让你明天被所有人嘲笑。算了，这好歹也是我的身体，这样不划算。哼，笨蛋希尔。